千万不要在冰原洞窟中建造十字架。传说迷你世界的冰原洞窟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，这里不仅遍地生长着冰晶蘑菇，洞顶还会时不时地掉落冰锥，并且冰窟中还聚集了很多的冰原守卫，就像是这里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需要人守护一样。而最近呢，我听到了一个这样的传说，说只要在凌晨三点的时候，在冰原洞窟中建造一个十字架，便能看到曾经死在十字架下面的亡魂。这会是真的吗？让我们来一起看看。先找到冰原中的洞窟。哎，这洞窟怎么还有个十字架啊？上面还写着不点赞的观众。再进洞里看看。完了，被盯上了，先躲一下吧。就在这里建造十字架吧，这里没有冰原守卫，还能安全一些。完了，这傻大哥又过来了，我得先找个高点的地方躲一下。那就这里吧。还能看见十字架的变化，消失了，最下面的方块真的消失了。这是史蒂夫的头。